常感谢大家一路来对佛光山万年寺长期的护持。今年适逢万年寺在菲律宾弘法30周年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身心自在，福慧圆满。非常欢喜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共结法缘。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学习之道，总共有8个重点。第一，方法要对；第二，心态要好；第三，说话要软；第四，情绪要稳；第五，发心要大；第六，为人要正；第七，处事要圆；第八，好事坚持。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，充实自我，福慧增长。